李玟婚后发福现场爆料老公五音不全。手柄能把新婚人气 Coco 李玟给请出来，他前晚在北京开江口婚后首度开唱，献给珠宝品牌伯爵喽。曾赞助 Coco 婚礼，让他佩戴超过3000万的珠宝，随档当出价。Coco 这一回可说是投桃报李。话说他新婚一个月，体态有点碰碰呢，看来过得很幸福哦。你每天做一些什么样的一般的太太会做的家务事儿？我不会煮菜，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学煮菜，因为其实除了我的老公，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吃，我们都是很喜欢吃的。那就很可惜，就是我不会煮菜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学到 you know, 可以做一道很棒的一道菜。你老公唱歌好听吗？不好听不行不行。可是呢他其实进步了很多了，他之前真的是五音不全的，现在至少听得出来前几个音是什么。老公歌艺好不好不用 care 啦，会赚钱就好了嘛。差点忘了，正在拍摄电影《曹操》的周润发也带着太太陈慧莲跑趴。今天带太太来这参加这个活动会不会很危险？我危险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说你危险。我应该的，你还是喜欢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听过了新闻，喜欢吗？发哥买给你报道。